大家好，今天使用我们的 UV 平板打印机来打印一个洗头神器，在上面定制图案，让它更有个性化。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机器，我们的 UV 平板打印机采用双喷头，XP600 的喷头，还有我们的吸风平台，它可以打印的物品是可以达到15厘米，还有宽度30，长度50厘米，还有具备电动升降，现在我们进行打印。现在我们的洗头神器已经打印完成，使用我们的 XP600 喷头打出来的精度非常的好，颜色饱满，非常清晰。